对了，我问你，童姨娘是你姐姐的事，你是如何知晓？我在秦姨娘那儿发现了我姐姐的绣帕。侯爷，福建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说我们现在还……接好了啊，母亲，我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快去忙吧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哎，小春哥，真棒！太夫人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要不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哪里不舒服？需要找大夫吗？啊，不用，应该是昨晚没睡好，我回去歇一会儿就好了。王九宝怎么说？好消息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有结果了。你应该认识我，靖远侯。坐吧。来，你不必害怕，也不必拘谨，我呢，也不会为难你。来，我们喝杯酒。安安神。静怡，之前接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信，我跟上去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才知那信是王九宝所写。许令仪看完信后，便说有好消息了。蠢妇，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死有余辜。啊！啊！